然后还有楼下主播给点一点，那我呀长得像你的邻居。谢谢黑桃哥哥，然后谢谢送礼物的小哥哥，然后喜欢主播的请点击主播关注。那我开始我的第一个舞蹈了，我送我家的音乐没有遇上小哥哥可以约一下。那我就冰麦了，小哥哥们，欢迎走进节目三号小哥哥，冰麦老公，拜拜，点点心，点点关注。会不会奇怪？如果有一天我们青梅到五彩，那时的疯狂，那是因为爱。我想你也能明白，你好陌生人。
最近大家都说我火了，但这不是我关注。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.
辛苦了扣六六的小哥哥，